来自哪里吗？台湾，来自屏东哦。对，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问我们说你们是台东哪个部落的？对，我们很像，我们在隔壁一点，然后我们一样是离太阳非常近的一个民族，然后我们是鲁凯族，我们来自雾台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屏东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错过来我们的部落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部落一年四季有很多的变化，很漂亮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带来，可以吗，金雅？他第一次演出有点紧张，给他掌声一下。只是他的效果器是刚刚买的。刚刚买的效果器。他在修理的时候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哦。我是主唱，我叫谢明，然后他可以自我介绍。好，我叫尚文，然后我是吉他手兼和音小天使。对，然后我们的贝斯手齐恩，我们一样是，自我介绍。我是贝斯手，我叫齐恩。好，我们的鼓手。鼓手，他们的麦克风。好，我们鼓手他叫木安，然后他的职业是修车，然后对，他汽车美容，重点他已婚。你要讲啊？你的职业？我的职业是旅游业。哦，旅游大亨。对，如果你们想去屏东部落嘛，可以打给我。好，可以吗？这次是我们第二次来寮澳村，那我们上次来是前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在外面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真的很期待，怎么在里面？对，我们在里面有